嗨，欢迎收看 New Gear New 装备，我是三人小莹。其实我有点惭愧，因为我拍这个影片已经拍了一年了，但是我都还没有做好，一直到 Osmo Pocket 2都已经上市了。其实我早就预料会这样子了，因为我实在太拖延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还是有一些共用的配件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，所以我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你绝对不要花钱去买的镜头盖。我大概是在去年的11月13号左右购入了我的第一台 Osmo Pocket，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，就在我用了一个礼拜之后，因为这一个配件，因为这一个镜头盖，所以我的 Osmo Pocket 整个三轴稳定器的外围都被它刮坏了。我其实曾经在好几个国外跟台湾的社团都曾经试试看 PO 过请大家不要买这个镜头盖的影片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 PO 上去，就是会被版主默默的下架。所以呢，我就决定好，没关系，那我要直接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放这个影片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绝对不要花钱去买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是一个设计不良的商品，它会直接毁坏你的 Osmo Pocket。 我想我在亚马逊的客诉是有效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当初我直接做这个影片，我还没有后制的时候，我有直接上传到亚马逊的 Reviews，那大家应该就有怕就不太敢购买了。不过呢，我知道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还是有很多人在使用这个镜头盖，也许你拿到是比较好的 copy， 可是我的就是把我的镜头都已经弄坏了，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生气。那现在我就要赶快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我在 Amazon 上面买到的一个大地雷，就是这个完全绝对不可以买哦。我买的时候 Osmo 是新的，对不对？选择上它是一个标榜使用方便的 Osmo 的保护套，它长这样，对，就是可以直接像这样子套进在我的镜头里面。当你接这个的时候，你就会没有办法把它把你的手机放在这个原厂的保护套里面，它就会变成长这样，所以它是这个设计是不能够给这个使用的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但是我要放包包里面，所以我才在 Amazon 上面买了一个这个东西。可是这个东西非常恐怖，就是这个牌子绝对不要买它，因为它呢完完全全把我的 Osmo 刮坏掉。很明显的有看到刮痕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还有这边，对，连上面都有，在这里都有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全新的 Osmo， 然后都被它刮成这样子，才一个礼拜的时间被刮成这样，这个设计完全是不行的。它就是把我的 Osmo 整个刮坏掉了，非常非常的恐怖，非常的不 OK。所以这个是大雷，这个是绝对不要买。所以呢，后来我又在去网络上面找到了这种细胶的镜头盖，它还有那一种机身的保护套，就是一体成型的。但我就讲说，这应该会比较好吧，至少它是软的，就不会刮到机身的。后来我买了之后呢，我还是觉得它不好用。不好用的原因是因为
因为它是细胶的，所以它很容易粘灰尘。那我觉得镜头尽量还是不要有一些灰尘，毕竟它还是相机，所以它最好还是不要有太容易有沾粘灰尘。而且我又有养猫咪，所以会更容易有猫毛啊，或者是一些细微的小灰尘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适合。最让我崩溃的是，他套这个细胶套之后，他就完全放不下他原厂的那个收纳盒了。虽然它叫 Osmo Pocket， 但是我还是不会真的把它放在口袋里面。我觉得它还是需要一个硬壳的保护会比较安全啦，所以我又再找到了另外一个产品。自从我贴了这个玻璃的钢膜之后，这个部分当我放进原厂的这个原本的保护壳里面，就会变得比较难放一点点。对，现在已经比较好了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几乎是放不太下去的，因为它就变厚，自动变厚了。对，现在是 OK 的，所以就是我可能还是要多多练习这样。然后那为什么我要多买一个刚刚我手上的这个镜头套，就是因为当我在加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如果要把它加进去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没办法放入这个原厂的盒子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所以我必须去买一个这个东西，它就可以在我拍摄的时候比较好使用。我把它改起来，让这个比较好合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对，所以你主要扣的其实要扣，你不要去对这里，也不要去对机头，就是你不要对这两个地方。你要扣的基本上应该是扣这个颈部的这边，这样。刚刚有抓到一个诀窍，这样子。所以合起来的话就会长这样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现在如果没有要用，我只是摆在家里的话，我还是会把它放回我的保护套，原厂保护套里面。这个我就会随包带着，因为随包带着的时候，当我需要拍摄的时候，那我就会把它从原厂的壳卸下来，然后把我的设备装好之后再把它架上去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点，会比较能够完完整整的保护你的 Osmo Pocket。Hello， 谢谢你的收看。接下来呢，我还会再做更多的 Osmo Pocket 一代跟二代相容的配件影片分享给大家看，让你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可以购买的，什么东西可以是不需要购买的，可以省下你的荷包。好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，打开小铃铛。没有装备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我这些影片其实是在我正在打包行李的时候赶快拍的，因为那时候已经记忆卡都全部旅行刚回来，已经没有任何的记忆体了，所以我只好用我的 Mac 拍，画质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请参考一下我所说的内容。好啦，我们下回见咯，拜拜。